教授怎么样？大有进步啊！就像我所说的，这次冠军肯定是在你劳力士朴正义当中产生。你和朴正义的实力相当，到时候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不过，在跟劳力士对打之前，一定不能展露你腿上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尼诺教授，我认为艾迪帕克他们肯定会给劳力士。 出对付小龙的点子，那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艾迪帕克对我是了如指掌，我该怎么办？到时候，劳力士肯定用腿法把你阻截在你的攻击之外。我看呢，哎，到时候你也用腿法跟他对抗，他防你腿的时候，你突然靠近他，用寸拳攻击他。就是说，他劈腿的时候我这样，然后我用寸拳。 对对对，来这么着，我模仿劳力士，咱们研究研究。好。各位先生，不要着急，布鲁斯利马上就会到的。我说的就是你。哦，你好，布鲁斯利。你好，你看，他们都来看你的比赛。哎，你好，布鲁斯。哦，嗯，你好，这位是我的妻子。 艾迪帕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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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是民族之战。布鲁斯利，帮归帮，到了赛场上，我保证比赛公平。我相信你。啊，布鲁斯利，你看，你的老朋友山本刚夫先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哦，还是这么一脸的严肃。嗯。是厉害，但是对这种水平的选手，没必要把招数暴露得太早。我跟他交过手，这样的招数他实在是太多。是，开始。要不然他怎么被称作跆拳道天才？好啊，跆拳道天才。上次交手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那次实在是太厉害，他的样子。下面出场的是洛杉矶的西南特，西南特曾参加32场比赛。今天的大赛中，来自奥克兰的华人选手布鲁斯利，由我们从没见过的中国功夫，不到两个回合就将西兰特踢翻在地。明天的半决赛，布鲁斯利将于朴正义决斗，胜者将挑战我们的卫冕冠军劳力士先生。我觉得你和劳力士、朴正义比赛不一样，劳力士肯定是不会用全力的，不过你和朴正义的比赛如果不用全力的话很难取胜。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在半决赛当中，你和朴正义如果不用绝招的话很难取胜，可是如果你用了绝招，这样的话劳力士就会更加的了解你，即便是你赢了朴正义，在决赛当中对付劳力士的时候肯定会处于劣势。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只能是认真的一个一个的打，不过绝招一定要留在最后。好。下面参加半决赛的是朴正义。小龙，碰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
希望你在比赛中用一下咏春拳。开始。也有咏春拳的影子。你咏春拳打得不错。李小龙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我想李小龙也许是想用实力取胜。令人钦佩。我们毫不怀疑李小龙的确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选手，他的出击也很有特点。是的，对布鲁斯利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可是劳力士先生，李小龙的长处和技术特点你已经掌握了，你只要用腿堵住他，不让他近身，他就拿你没有办法。对，山本先生说得很对，李小龙他如果要是跟你粘在一起，他就会用咏春拳来跟你对打。我明白，谢谢各位，你们会有好戏看的，我会让李小龙乖乖的躺在我的脚下。小龙啊，你现在的技战术已经暴露了，自从你战胜朴正义的那一瞬间，
劳力士对你的特点已经是了如指掌，可是劳力士的特点你却知之甚少。其实我看过劳力士的录像，他的打法我很了解，可是他那些漏洞早已经被山本刚夫和艾迪帕克给纠正了。其实劳力士和他对打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我的长处，那就是快打，我必须付出代价靠近和他粘在一起，这样我才能够赢他。那你可能会受伤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他在攻击我的时候腿的力量并不大，只要通过了这道防线，我就能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利用寸拳将他击倒。有道理。来吧教授，来狠狠地打我几拳。好的，一定要狠狠地打。好，打了。好了。你为什么没有躲，反而抓住我的拳头呢？你练抓球就是为了这个？是的。体重差距太大了，怎么能比赛？哎，你瞧吧，哈里森先生，我可是研究过李小龙的。他在加州战胜霍夫曼的时候，我就注意了这个中国小子。我觉得李小龙和劳力士应该是势均力敌的。什么？居然说他们是势均力敌？当然是势均力敌啊！等比赛开始了，你会明白我的话的。看来我得跟你赌一把了。好，等着瞧吧。Woo-hoo!
这个中国小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哎，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两个是势均力敌的。看来我的确是错了。嗯，当然我今天应该去现场观看比赛。哎，我已经建议过你了。哈里森先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啊，还记得吗？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啊，我以为你买票请我去看比赛是为了给好莱坞挑什么演员呢？你是因为他是个好拳手而喜欢他，而我想把他变成超级明星。好了，下一回合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好吧，继续看。冷静，你一定要冷静。起来。Thank you.
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It's your chance to rise your way. Let us be it, be brave. Always fight to hold your年轻，你跨过了湘江，越过了大洋，孤身一人，只换了辛苦。你赤手空拳，三朝武士，击打的五洲震荡，四海翻腾，四海翻腾。精彩，他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不然我不会站在这儿接受他。非常感谢，谢谢。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将美国的搏击术彻底改写了，我们的记者和美国搏击界的权威人士都解读不了他。中国功夫为什么在这个叫做布鲁斯利的年轻人身上体现出了一种深奥莫测的魅力呢？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散了吧。呐喊声中得到了这个解读。太棒了，简直太棒了。哎，看来今天哈里森先生有些遗憾。哈里森先生有何感想啊？非常遗憾，我今天真应该去现场去观看。我们得拜访中国小子，不应该说李小龙是华人英雄，我们要去拜访他。好的，哈里森先生，我也有个想法，好莱坞需要这样的英雄。乔治，我不得不告诉你，你不愧是一个好商人。我是一个好的电影人。哈哈，我说什么来着？英雄，我的师父是美国真正的大英雄。小龙啊，刚才记者采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我已经说了，我是中国人，这已经够了。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还需要再说什么吗？啊，小龙，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我现在想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更大的地方办武馆。那武馆招生的学费是不是也该提高了？当然。小龙说说，这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等想好了以后再跟你说。小龙，你在卖关子？他不是卖关子，小龙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向美国人宣布别欺负咱中国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啊。
斯利。嘿，你好，李小龙先生，我们特地来向你祝贺。你好，在这儿已经等你等了好久了。好，你们俩来谈谈吧。好，是焦治先生想见见谁？怎么，你没听说过他吗？他可是好莱坞的大制片人呢。哪个焦治？你真的应该见见他，他现在就在上面等你呢。少波，当然得去，去见见。好的。好莱坞找小龙肯定不是坏事，咱们等着听好消息吧。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好莱坞的焦治先生。李先生，你也许不知道，本人的主业是好莱坞的制片人，我已经关注你好长时间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哦，如果你允许，我想用胶片把你的表演记录下来。为什么？我看到了你取得本届冠军的转播，我对你的功夫非常非常的崇拜。你在比赛的时候动作太快了，我想让选手都看清楚你的比赛。李先生，其实大赛的组委会也有这样一个请求，希望你能够再为我们做一次表演。当然了，组委会完全会付给你一笔出场费的，这个我保证，你可以放心。多少钱？我现在对钱很感兴趣。$2000。这笔钱是由焦治先生来进行赞助的，你知道，我们的焦治先生还有他自己另外的想法。你说什么想法？我知道，李先生，你可能觉得这样做会把您的绝招公布于众。不过，我的目的是想真正的了解你的武功，也许我们在另外一个领域可以合作，也就是说，让观众都能看到。你指的是拍电影吗？哎，是，我觉得你也许有机会在好莱坞施展你的才华，让全世界的观众一饱眼福。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被你说服了。哦，实在是太好了，李先生，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好的，听你的。哦，好极了，咱们喝杯咖啡庆祝一下。很乐意。走。少波，教授，小龙，木村，你知道报纸上怎么评价你和劳力士的比武吗？现在报纸上天天都是你的消息。哦，对了，电视台想安排专访你。你就跟记者说，我不想接受他们的采访，我想把这个事情忘了，反正都过去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情，对不对？那怎么回绝记者呢？你就跟他们说，我谁都不想见。好吧。哎，我们的新武馆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哦，足足可以容纳400人。好啊，那你也带我们去看看。就这儿了。哎，木村，我们马上搬过来。好。小龙，哟呵，跆拳道天才来了。小龙，朴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听说你打算租这个场馆，我特地来看一下。你也想租这个场馆？不，我是来祝贺你的，祝贺你得了冠军。我好像都忘了这个事情了。还有，我想对你说对不起。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谁不想拿冠军？谁不想为国人争光啊？嗯，怎么了？我令你失望了吗？哼，别这么说，我和劳力士的比赛还没比，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你把截拳道的精华全部都交给了我，而我真不够朋友，我自己还留了一手。今天我就把拳道的动作要领全部告诉你。好，太好了。来，先生请坐。
先生，这是您的水。好，谢谢。请慢用。有冰块吗？给我拿一点。请稍等。这是20块，回头我把冰桶给你送回来。来来来，同学们，准备上课了。小龙师傅，动作快一点。讲讲你的比赛吧。这样这样，讲讲吧，讲讲吧。这次比赛我一路过关斩将，可以说没有碰到什么对手，只是碰到了朴正义和劳力士，才算是遇到了档头。要说对手啊，真正有实力的，就算是朴正义和劳力士了。朴正义，他是跆拳道大师。非常可怕，他打起来手脚并用。你们知道吗？在比赛的时候歪了他不少拳脚啊。可你最后还是胜利了，师傅。他虽然厉害，可是跟我比那就不行了。哎，师傅，劳力士是3届全美冠军，你是怎么打败他的？给我们说来听听。说说说说说说劳力士，劳力士他这个家伙更厉害，水平更高，他的攻击十分完美，而且还是手脚并用，他的腿上功夫相当厉害，最厉害的是什么？快打。所以我跟他对打的时候也打不到他的近身，所以我的咏春拳也没有用上。这个家伙他的腿功是最厉害的，他可以连续做高位踢，而且动作啊比拳头还要快。师傅，给我们表演一下吧。是，表演一下。我战胜他的秘诀就是快，以快制快。这个家伙他的腿功好归好，可是最终还是被我打败了。怎么会这样？接着讲吧，再讲讲吧。再讲一讲。我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了，我要是再说的话就啰嗦了。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里，以后我边教你们动作边给你们讲我怎么把他打败的，好不好啊？师傅，再说说。布鲁斯利，知道咱们俩打斗的结果是什么吗？知道，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武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做傻事呢？你都打到我的武馆来了，我再不接招，岂不被习武之人笑话？小龙，我看算了，让他们出去。木村，你领他们出去。大家都出去吧。都出去。还是个独臂武士。
么好，为什么不参加比赛？我不好虚名，那玩意儿太累。哼，好样的。木村教练，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高手？那还用说，李教练的速度那么快，都没有打下他手中的冰块，的确非同一般。我就不相信这独臂人有什么特殊的功夫。你看错人了，表面上看他不修边幅，可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知道他的样子是装的。这么说他真是个高人？真有可能像小龙说的，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武馆。刚哥，第一届冠军时我曾经给他上过一课，今天我来给你上一课。做人不可太狂妄。对你说了什么？
年纪，你跨过了湘江，越过了